原来啊。不用，太吓人了。我电话响了，我接个电话，你先练。喂，妈，婷婷，你帮我压吧。真的？啊？小胖，我有事找你。老王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然打个电话问问他呗。王妈妈好。您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老王离家出走了。他不是回家过周末吗？怎么离家出走了？也不一定是离家出走。王妈妈说，本来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吃得好好的，但老王突然一言不合跟家里吵起来了，然后就跑出去了，特意打电话过来问问回来没。走，找他去。出去看看去。那个依楠妈妈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依楠这孩子呀，也许是一时的冲动，指不定啊，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啊。找到了吗？我们把依楠平时爱去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没看到他。对，这么久了，这孩子去哪儿了？王妈妈，你也先别急，依楠她可能就是想一个人冷静冷静，等再过会儿可能就回来了。不就是跟家里吵个架吗？不会真的离家出走的。这一次他不一样，本来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给他过生日的，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。这孩子一气之下把蛋糕都给摔了。哎，这么严重啊？这可是依楠平时情绪都挺稳定的呀。阿姨，是不是你们说什么刺激到他了？也没什么。如果依楠回学校了，或者联系你们了，麻烦跟我说一下。好，我出去再找找。依楠妈妈，你看天都这么晚了，要不先吃完饭再走吧。不吃了，谢谢啊。那您慢点啊。好。怎么办？老王到底去哪儿了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两个也都跑了一天了，累坏了吧？快坐下来吃饭吧。啊，依楠这孩子我平时看着还是挺稳重的，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快吃吧，吃完还得回学校呢。我去把汤端来。谢谢爸爸。谢谢叔叔。老王今天晚上不会露宿街头吧？不会吧。糟了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爸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又去哪儿啊？饭还没吃呢。
小胖，你先别过来。怎么了？你，我好像过敏的呀。过敏？可是你那天不是在上面写？啊，那我。所以你在生什么气啊？谁跟你讲我在生气啊？没有吗？自从那天看完孙家文之后，你对我的态度就完全不对劲。你确定你没有生气吗？你该不会是因为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吃醋？你是不是在吃醋？小胖是不是在吃醋？是不是在吃醋？吃醋吗？你还笑？你抱人家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我哪有抱他呀？我明明就看见了。我真的没有抱他。我那天，我那天是跟孙嘉文说开了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就做好朋友吧。来吧，来一个友情的拥抱。但是我压根就没有抱他，真的没有。怎么啊？我现在身份有点特殊，可能连友情的拥抱都不行。你是不是看到这个？但你没有看到这个吧？我那个时候是在给他看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保护他，我怎么训练跟洗澡的？一定不知道，还生气吗？还生气吗？看在我今天这么精心打扮的份上，还生气吗？好吧。那看在我这么帅的份上，亲一个吧。你今天是有点不一样了。那亲亲，等一下。喂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怎么了？老王出事儿了。啊！老王，老王，你们回来了。你怎么回事儿啊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就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老袁，老唐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事先就跟我爸妈约好了，在我20岁之前，如果还拿不出成绩，就离开柔道。回家帮他们经营小卖部。可是你不是今天过20岁生日吗？可我不想离开柔道队，所以跟他们大吵了一架。可是怎么会这么突然啊？对，之前就说过好几次了，他们觉得女孩子练柔道没用，以后也找不到工作，所以让我回家帮忙经营小卖部。妈妈那边，我们再想办法好好劝劝。
你都练柔道这么多年了，总不能这么轻易放弃了吧？对啊，我妈那人固执，她根本就不听别人劝，所以我才会离家出走。等她急了就妥协了。所以老袁，我这几天能不能在你家住？当然可以了，没问题。那，你这是打算硬杠啊？对，就硬杠，看谁最后妥协。难不成他还能去学校直接给我办退学手续啊？教练，去干了吧，出事了。啊？出什么事了？看看你就知道了。阿姨，您还真直接来给老王办手续啊？一楠这孩子在柔道上没天分，继续练下去也是耽误时间，不如早点回家学习怎么经营小卖部。可经营小卖部不是老王想要的。那他继续练柔道就有未来了。行了，你们两个赶回去训练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回去训练。回去，回去。张教练，实在是对不住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我和他爸实在是担心这孩子的前途。王妈妈，您现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，我父母那会儿也特别担心我们找不到工作。您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，都当教练了。我早都打听过了，像一楠这样的成绩，以后想进学校当教练难。是，您说的对，但是其实最坏的结果不就是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回去经营小卖部吗？是啊，王妈妈，再给王一楠一次机会，其实这个孩子挺有潜在能力的，我们可以保证在比赛之前加强对他的训练，一定让他拿一个好成绩。怎么样了？我自己去跟我妈说。啊，妈，我是真的很想继续练柔道。你现在是喜欢练柔道，可再过几年呢？练柔道能当饭吃吗？你能把柔道发展成以后的事业吗？我肯定会努力的。听说过几天有比赛，如果你能在这次比赛上拿到奖牌，就让你继续练。嗯？这么说来，您是同意我继续待在柔道队训练了？你要好好比完这次的比赛，如果能拿到好成绩，我就同意你继续练。如果拿不到奖牌，你就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去。好，我肯定会努力的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训练去。走，到时候我和甜甜一起陪你训练。没错，虽然我成绩不怎么样，可是当陪练还是可以的。谢谢你们。没事。够用了。Yes. 我十分钟到我爸，等我。江顾南，别跟我提他，天天神秘兮兮，游戏他都戒了，你知道吗？行，不跟你说了。
你们谁浇的水啊？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巧了吗？你竟然在学校勤工俭学啊？怎么没听说过？嗨，这又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儿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呢？我能不说吗？秘密？也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我晚上训练的事儿，你别跟原来他们说啊。好，保守秘密也可以。不过要付出点代价。你干嘛？之后你每天晚上训练必须在学校订点吃的，让我挣个跑腿费。这么点钱就够你封口费了？嗨，积少成多呗，成交吗？嗯。可累死我了！你们练柔道的吗？劲儿大，赶紧换去，我腰子快断了。我喊。你眼睛怎么了？是不是眼睛猫进去了？没事啊。哎哎，我帮你弄的来。没事。来一局？不用。你不要总是沉迷于游戏，危害身心健康。我去拿书。我记得那本书不在这儿啊。不对啊，我记得应该就在这里啊。我记得在隔壁啊。啊，是吗？哎，是不是这本啊？我看看。不是。这个？也不是。那就在隔壁了。我走了。
哎。哼！哎呀，我有点饿了。是啊，哎，再买一大瓶方便面吧。好呀，咱们去超市吧。行。嗨 ，Hello， 嗨，还想跑就不站那儿，给我站住！嗯，你的好吃吗？还可以，给你。可以吧？嗯，很好吃。你试试看我的。嗯，这口味不好吃。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不知道。我自己吃掉好了。嗨，当当当当！累了吧？休息一会儿呗。吃口东西。累了吧？哎呀，要不要打局游戏啊？不打。来嘛，来一局，打一局就打一局。你把你游戏账号给我，我帮你顶。23332U。23332U。什么？给我回来！你就是啊，说不出的英俊。一楠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！你就是举报我挂机，还在游戏广场花钱买广播臭我的那个英俊。我不英俊吗？咱们现在都是队友了，之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好吗？咱们玩游戏啊！你快上线吧，咱们。你还给我！你还我！开始，今天不把你打回倔强青铜，不准走。一楠，要不你打我一顿成吗？开始吧。别送人头啊！老王，起床了。什么日子啊？都走这么早？
一大早来找我，不怕暴露啊？没事儿，最近赵子睿也奇奇怪怪的。那你知道他在干嘛吗？嗯。那个怎么长得有点像赵子睿啊？嗯。有吗？嗯。不是他吧？柔道馆离游泳馆可远了呢，他没事来这干嘛？嗯，也对。走啦。观众朋友们，即将开始的是第十二届唐岛市柔道锦标赛女子。这两天你的训练成绩最棒，只要正常发挥，肯定能拿奖牌。有请深南大学王一楠。去吧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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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楠一楠你最强，一楠一楠你最棒，一楠加油！方天天，去把一楠的鞋拿回来。哈基麦，哈！哇 ！Yes， Yes， 哈！加油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对面挺强的。是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下一个到你了。有请深南大学袁来。好，哎呦，没事儿，你们都对我很好，我在柔道上没有天赋，继续待在柔道队也是在耽误自己，没事儿啊。老王你别这么说。没事儿。深南大学原来获得57公斤级金牌，老袁真棒。我去换衣服了，没事。有请嘉宾为女子57公斤级的冠亚季军颁奖。我们家小胖真的是为这个赛场而生的，真好。这局真的太精彩了，没想到原来是你这么厉害。经理，您认识这位叫原来的选手？见过一次，健康自信有活力，形象也挺不错的。嗯，很符合咱们这次选代言人的要求。教练，我先去看一下伊楠啊。好，你先去。我们走吧。走。嗯。老王，快开开门！老王，怎么了？伊楠进去半天了也不出来，我……老王，你把门打开，你别这样，有什么事出来说吧。对啊，老王，开门吧。伊楠。我去换个衣服，你们至于这么紧张吗？我就知道你最棒，一楠。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你尽力了，你不要把结果太放在心上。没事没事，没事了。妈，我又输
输了就输了，下次赢回来。刚才的比赛我都看到了，这次虽然输了，只要努力了就好。结果不重要，拿不拿奖牌也不重要。你放心，咱们家还有小卖部呢，大不了过几年你回家跟我管小卖部。您的意思是我可以继续练柔道了？嗯。妈，妈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骄傲。好了好了啊，不哭了。妈，真是太好了。行吧，教练，咱们这一次比赛的目标奖牌没有实现，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下次努力呗。但是你上次立下了军令状，我们……行了，后面的事儿我会处理的。你也累一天了，带队赶快回去吧。哎呀，走吧。这比赛真好，袁来，同学，太棒了，教练来了。哎，袁来同学，是谁？不知道，我是体育用品公司的。你找袁来有什么事吗？哟，男朋友也在啊？啊，您误会了，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品牌想请袁来同学当代言人。代言人？崔晋，冤家路窄。怎么啦？你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之前集训的时候这家伙也在，还起了一点小小的摩擦。今天状态这么差，看来你真的准备太早回府了。你不觉得陪练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你吗？考虑一下。看样子不是小小的摩擦吧？这家伙实力不如我，输了不服气，就故意找我茬。哎呦，你就吹吧你！我说的是事实。喂，这名人呐，光粉丝数就好几百万，他现在是泳坛新秀，你看，长得帅，身材也好，哎呀，铁杆粉丝也不少啊。咱家原来是不是要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那咱这个不错，烧烤店也得火呀！你看，运动明星原来的烧烤店，那绝对火爆。哎呀，姐夫，咱得多盘几个店，那个开饭店。我看你呀，还差点什么？差点什么？差钱啊？咱都已经是明星店了，还差钱吗？老板娘倒是。真差一个，哼，我看你是差点自知之明。是啊，舅舅，你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新手机。怎么啦？你自己看。这什么狗屁催金呐？粉丝多就可以随便骂人呐？啊？这什么人啊！这是，哇，这女孩好土啊！我家崔静竟然要跟她搭档，品牌方真是瞎了眼，坚决抵制，不能让崔静被她拉低档次。哎呀，求求你放过崔静吧！哎，你别看了，这些粉丝都是老称了，崔静粉都是些什么人？我们饭圈流行一句话。什么样的 idol 就有什么样的粉丝，从这些粉丝的素质来看，就知道这崔健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没事的。你们都别看了，谁在看罚谁。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粉丝。路人路过，我怎么觉得这女孩挺可爱的？
就是啊。干嘛呢？把你微博账号给我。凭什么？给我。哦，你要这个态度，我就不给你了。好啊，以后排位赛你自己打。啊，给。哼。哎，不是说谁在看罚谁吗？不是，你看这原来的铁粉在跟崔健粉丝骂战，可爽了。我还有铁粉啊。啊，网友小顾小顾办事靠谱说，大象怎么了？大象很温柔的，拥有最强实力和最温柔内心。动物界我最爱大象了。网友小甜甜说，大象总是温柔的对待别人，你们却欺负他，这样合适吗？这小甜甜可不是我啊，我的网名明明是美艳你甜姐。这个还有这个，怎么了怎么了？有网友发评论说，本尊明明长这样，楼上恶意截图的 low 不 low 啊？谁能保证自己拍照没个死角？原来你什么时候拍过这么好看的照片了？我也不记得了。嗯，看来我还是有人喜欢的哈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原来最有魅力。我们都是你的死忠粉。嗯，那下面还有没有别的？啊，我看看。哦，学姐，没事儿，你们继续。这张照片太牛了。轻松了，哎，原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在说什么、啊？我跟你说，那个魔鬼教练终于要走了。什么？教练要走了？对啊，学校在找新教练。不是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不高兴吗？以后再也没有人比你尊重了呀。就是就是，以后再也没有人刻薄我们了。够了。你们有完没完了啊？知道教练为什么那么逼你们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啊！他是为了保住咱们柔道队的训练经费。学校早就决定减少我们的经费了，包括你们平时的聚餐、加餐、比赛时候坐的大巴车全都没了，全部取消。教练为了保住经费，跟学校立下了军令状，如果咱们这次比赛的奖牌数量没有达标的话，他就辞职。所以才会每天督促你们训练，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还有你王一楠，如果不是教练竭力劝说你家人的话，你现在早就回家了。教练？那不然呢？你以为就靠你们几个人，你就可以继续训练了？是教练再三跟你家里人保证，一定会在你毕业的时候帮你推荐工作。还有你们，教练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帮大家扛下所有的压力，现在他要走了，你们都开心了是吗？不过你说的也对，以后不会再有人像他这样对你们了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像他一样对你们负责，更没有一个人会像他一样把你们的前途当成他自己的前途。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件事，是我们的无能才把教练给逼走的，你们好好想想。没想到我们都误会教练了，我还给他起绰号叫他魔鬼教练。对啊，那天在教务处也是，我以为他是不管咱们了，没想到
是把我们赶走之后劝说的王妈妈。啊，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这么好的教练，我们不能让他走。对。嗯。现在张教练他不见了啊啊啊啊！什么叫教练不见了？教练辞职之后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，住址也变了，学校也联系不到他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怎么办？来，两位的串好了，慢用啊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原来今天第一次进棚里拍广告，你去给他送点吃的吧。这个位置给他，这都多少天了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真够让人担心的。哎，或许现在教练只是需要自己的空间冷静一下。哎，当初为了柔道队的经费才当的这个代言人，结果现在好了，教练也走了，我还得假装很开心的在这拍照。你就往好的方面想啊，至少现在柔道队有品牌方的赞助，你就不用担心学校削减经费了。也对，为了柔道队，我要打起精神。嗯。他们要拍摄了，那我去用一下我的秘密武器，你们稍等我一下。快去吧。好了好了，准备拍摄。哦，走，我去了。去去去。好，咱们可以做一些活泼的动作。你好，咖啡到了。啊。放那儿，那边桌子上。教练。啊。教练。哎。哎，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你确定看到的是教练吗？我确定啊，他刚才一抬眼我看见他了。我知道教练在哪儿。欢迎光临。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以后别来了。于超越。哎呀，
干嘛要不声不响的走掉呢？于超越，其实呢，我也不想离开。那些孩子多可爱啊，我真的挺喜欢他们的。可是，他们一点都不喜欢我。可能我呀，就不适合当教练。就是因为这个啊。你装的。上次跟你喝完酒回家，特意练了练。放手。如果你不放手，就再也看不到我了。欢迎光临。原来，帮忙擦桌子去，去。好。你们干嘛呀？啊？啊？教练好，教练好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该擦玻璃擦玻璃啊！还有蹲不就在那儿，赶紧去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教练好。哎呀，你们在干点啥？哎，来客人了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跟你说，这咖啡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您怎么买？于超越，客人都被吓跑了。那我说了也不管用啊。原来，带他们回去训练。嗯，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对啊，教练，教练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对啊，教练，教练，我们一起回去嘛。对啊，教练，教练，哦，教练，教练，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需要你，真的需要你。啊，教练，回去吧。哎，要不你换个教学方式，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，就是对他们温柔一点，区别以往的教学状态，这样啊，可能有助于增加你们师生之间的新鲜感。教练，教练好，王一楠，你要加油啊！教练，我们是做错了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挺好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对啊，教练，我们还是喜欢你以前那个样子。对啊，我们还是喜欢以前的魔鬼教。其实这样我自己也挺别扭的。好，这个赛季必须拿块金牌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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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放松，放松，好，放松一点。哎呀，太僵了，放松一点。好，把下巴收一点，不看镜头。好，再往左边侧一点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卡。先休息一下吧。我刚刚拍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已经尽力了。你要放松啊！我刚才在旁边看你一直僵硬着。呲呲呲！你要跳机械舞是吗？我已经很放松了。要不然，你可以手插口袋啊，那就这样。还是你要俏皮一点。哎，没办法做这个。哎，这个崔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
来，啊，转过身去。刚才崔静教练打电话来说，今天训练任务比较紧张，我们俩崔静肯定要迟到一会儿。迟到一会儿？怎么样？这都一个小时了。手搭上去，你搭我。放上来，脚勾前，可以。对，再亲近一点，哎，亲近一点，好，好极了，好。哦，你来了啊？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今天来迟了，工作太忙。没关系，我在现场找了个替身，替你拍了一段，表现还不错，你看看。今天辛苦了，喝点果汁吧。嗯，谢谢啊。我们家原来不喜欢喝果汁，我替他代劳。喝奶茶。奶茶，太好了。饿了吧？一会儿我请大家吃炸鸡。嗯，我们不吃炸鸡的，吃别的也可以。门口正好有一家火锅，特别有名，怎么样？我有社恐症，不喜欢热闹，而且搞不好还会骂大街。崔金哥，我看不如我们还是下次再约吧。啊，没问题，下次也可以，我们还会见面的。嗯，你呀，好好治病，希望你下次愿意交朋友。你什么时候跟崔静这么近了？崔静哥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。嗯，那你觉得崔静这个人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他挺绅士的，然后对人也特别温柔。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粉丝喜欢他了。温柔。好酸哦！哎呦，我男朋友吃醋怎么这么可爱呀？嗯，好了啦，你看，我明天没有课，要不然我们小小的约会一下。好啊，你可真是好哄哎！我要吃那个。你爱加哪个？这个吧。啊。下次不要在我面前说别的男生帅啊。小气鬼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以后都不说了，好吧。好啊，真能抢到！你在哪儿买的？我抢了好久都没有。哎呦，真搞笑！哎，但是我现在觉得那天可能有点儿，确实是运气比较好。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啊，我这有两张音乐会的门票，本来是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去的，结果我男朋友有事去不了了，我又不想自己去，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需要的啦。啊，我需要。哇，工作狂江医生居然要去听音乐会了，是不是有女朋友啦？别瞎说，我一朋友喜欢，我给他买的。朋友，希望你看了之后能少一个朋友。嗯，就让你多个女朋友呗。喏，票转给你，我好不容易抢来的前排门票，你们可得好好听啊。谢了，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伤到肩膀了吗？唐甜甜，
带他去医务室看看。好，没事的，都是小伤，不影响训练。听我的，去看看。走吧，原来，我们快去。林医生，原来他没事吧？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原来这是旧伤，如果还这样训练下去的话，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。哎呀，我身体没什么事了，我知道。倍儿好，回去吃顿烧烤啊，一切都复原了。你别不当回事儿，这要不好好护理的话，林姐，以后。原来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就是受了点伤，来上点药。那个，我们食堂好像放饭了。我们先去吃饭，你们慢慢聊。走走走，吃饭去。早日康复啊！怎么这时候来了？不忙吗？今天刚好没什么事儿。对了，我搞到两张超好的演唱会的票，而且是最好的位置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其实我不喜欢演唱会。那你以前？那时候我就是想跟你一起去。喂。好，我现在过来，有同学受伤了，我得去看一下。那我在。这里。你怎么了？肚子痛吗？嗨，我们来啦！嗨，谢谢了。他们怎么回来啊？正好我们五个坐一排耶，来来来，那你坐里边吧。进去啊。冲动是魔鬼，放下屠刀，说出你的故事。你媳妇为什么和你吵架？那不是为了你。你母亲为什么和你吵架？放开了。也是为了你。原来你在说什么？大哥，好歹你还有媳妇儿。我没说什么。我连个媳妇儿都没有。看电影。我看你这岁数也是有孩子的人了吧？这会儿什么最重要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呀，他是维持家庭关系的纽带啊。咱们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干活，为了什么？你们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上个厕所去。那个，我们也去洗手间吧。好啊，好啊。我在外面等你们。生气了？明天我要申请单独约会。可是明天有课啊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现在就要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答应了，我还是要请。快点，甜甜来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去上厕所这么慢啊？你怎么那么快？对啊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走吧。走。我们一起敷面膜吧。这可是仙女续命约会必备的神器。
当然了，你们也不需要，我们也没什么会要约。不过保养这方面的事儿，你们真的要跟我好好学学。我都这么漂亮了，还这么努力，你看看我的小脸蛋，简直就是吹弹可破。所以呀，你们也得好好的给我保养起来，万一哪天有对象了呢，对吧？哎，这东西我们根本用不上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敷了一晚上你给的那个面膜，脸都变成这样了。面膜，你不是不用的吗？天哪！哎呀，会好的，会好的，会好的。我这样怎么出门嘛？你又不是去见男朋友，怎么就不能出门见人了？我就是。你也是，想敷面膜直说好，还要偷偷摸摸的。就是，肯定是你使用方法不当，人家面膜敷20分钟洗掉，你倒好，直接敷睡着了，面膜纸干了肯定要倒吸收你皮肤水分的。我怎么知道嘛？我以为敷的时间越长越好啊。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有优惠吗？我不知道吃哪一家好。这家餐厅氛围特别好，很适合约会，而且我有他们的优惠卡，可以打折。哦，可以呀。哎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和孙嘉文一起去吃。便宜你小子。谢了。这家餐厅很不错，咱们今晚去这儿吧。严重了！哦，这样我怎么去约会啊？我好像突然感冒了，头还有点疼。不然我们下次再吃吧。好不容易才有的一次约会。突然感冒了，头还有点疼，不然我们下次再吃吧。
怎么这么严重啊？不严重，不严重，就是有一点咳嗽而已。那你有发烧吗？吃药了没有？你门窗记得关好，小心病情加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发烧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但是，今天晚上的约会。还约什么会啊？你都生病了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嗯。大嫂，药呢？这儿，来，你看看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谢谢，走了。你慢点啊。好。都几点了？赶快回寝室。谁啊？女生宿舍是违反校规的，学校早晚会给你处分的。哇，你感冒怎么还吃这么多零食啊？感冒才要吃零食啊。那你吃药了吗？我不用吃药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感冒怎么可以不吃药啊？我不能吃药，我马上就要比赛了。你放心，这是我特意让大嫂准备的，不会让你影响比赛。哎呀，我没有生病了。我是因为敷面膜过敏，怕吓到你，所以才骗你的。你别盯着我看了，我好丑。所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跟我见面的吗？哪里丑啊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我反而觉得还挺可爱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不管你什么样子我都喜欢。
圆圆，开门，是我们。甜甜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什么情况？进去，进去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那边那边，哎，不能进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！哎呀，去！哎呀，啊！开这么慢呢？怎么开这么慢呢？被宿管抓到就麻烦了。那个，我打算睡觉了。人家孙嘉文还没回来呢，你怎么就睡觉了？等会儿怎么进来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们看剧吧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找了一部剧，特别好看。快快快，来来来，这里面男主超帅。你看，你看，原来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哦，帅！看啊！哇塞，魔都！嗯，好帅！佳兰，我好喜欢啊！学姐，你训练累了吧？哎，你们俩赶紧回去吧，你们不要打扰学姐休息了。你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没关系，我还不困，你们继续看。哦，继续吧。哇，好帅啊！啊，你看，太帅了吧！太帅了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训练有些累了，你们……哦，走，他马上就走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对对对，你看我就说，你看我就说你打扰别人休息了吧？快不好意思，快！学姐，出来吧。没事吧？哦，那个他是……原来生病，我来看一下了。好了好了。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宿管阿姨已经睡了，快走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
林姐。着急都有啊！我要饿死了！张脸呢？在那边吧。大家快点吃啊！吃完好训练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来，给你这个。啊？我尝尝。可以可以。快，我也来一个。你说这个好吃。快点快点！哇，好丰盛啊！这好吃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最爱吃的不是海胆吗？我研究了一下做法，这是八种不一样的味道。你喜欢吃哪个？告诉我，我要经常给你做。这也太多了，我吃不完啊。那也得多吃点啊，对身体好。来来来，加餐。谢谢教练。分享。来，多吃点。谢谢教练。那都是我专门给你做的。快尝尝吧。谢谢。好吃吗？吃你就多吃点，以后我经常给你送。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啊？好腥啊！这个是什么？我还是回去改进一下吧。我觉得这俩人肯定有问题。啊？有吗？他们俩之间有一种甜甜的爱情的味道。怎么会啊？我可是爱情专家啊！所有谈恋爱的男男女女，在我这儿都逃不过去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要懂爱情的。很简单的，这个爱情它是一种迹可循的。这个恋爱吧，总共分为四个阶段：共存、反依赖、怀疑和共生。简单来说呢，第一个阶段的恋爱就叫做共存，这个就是恋爱的甜蜜期，恋情刚刚开始，充满了对这段感情的美好幻想，认为对方就是自己最合适的，一分钟都。老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哈。我还没讲完呢。哎，不管他，认为对方就是自己最合适的人。
今天晚上不行啊，我得回家看店。那我去帮你。江医生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林浅走了。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怎么想，可是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。林医生是最了解你的，所以他给了你十年的时间，让你去发掘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是啊，他给过我机会，给了我这么长时间，可是我依旧没有想明白。来不及了，你懂吗？江医生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居然放我鸽子也不解释一下，一点求生欲都没有。美女，谢谢。江顾南，不好意思啊，还麻烦你送我回来。最近好好调整状态。OK。拜拜，拜拜。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啊？看样子挺熟的，这女孩看着年纪不大，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啊，真的呀？我们去联谊吧，老爷，我们去联谊吧。嗯，联谊啊，我已经跟小哥哥们约好了，今晚7点，3对3。虽然我们比不上那个跑车白富美吧，但是我们也得谈恋爱啊，是不是？走吧走吧。走不走？嗯，老袁，走吧。嗯，去吧去吧。好啦，去了。真的说好了，快吃快吃，吃完我们就去。那你看球赛吗？哎，你玩游戏吗？我会喜欢看。玩啊！平时我也喜欢看。啊，是吧？以后可以打篮球，我教你。行，那好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我回个消息。那你回吧。你喜不喜欢梅西啊？梅西啊，嗯，我还是更喜欢 C 罗。啊。我觉得吧，那个梅西的脚法不行。不管了。喂，嗯，你们家原来带着王一楠在联谊呢，你也不管管？你说什么？联谊，联谊。喂，好啊，那个店的新品特别是这样子，打什么呀？见过吗？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去逛街。我也会。那下次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行，那到时候我们一起打一局啊。啊，他们那个店。你什么星座的呀？哦，天蝎座。那你呢？啊，在发布会。好巧，我也是。那现在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有什么话跟你讲，你没看见我们在联谊吗？哥们儿，这样对一个女生不合适吧？联谊是吧？
是她男朋友，懂了吧？哎，我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他是他男朋友。放开了，弄疼我了。什么男女朋友啊？我有跟你很熟吗？啊，找你的白富美去吧。你在说什么呀你？哎，你瞎乱跑什么？多危险啊！要你管啊。哦，你现在还有理了？该生气的人应该是我吧？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还跟人家联什么姻？哦，你还有理了？你一个有女朋友的人，你还见白富美？该生气的人明明是我，好不好？什么白富美啊，我连我自己去见白富美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今天亲眼看到一个白富美送你来学校。啊，最近好好调整状态啊。所以你就因为这个事情跑来跟人家联谊咯？对呀。哦，只准你见白富美，不允许我是小哥哥，凭什么？那个是我的心理医生。你也知道我耳鸣这件事情一直影响我的比赛，是大侄子特意介绍一个心理医生给我。原来那个女的是你的心理医生啊。嗯，我还以为吃醋。嗯，联谊吗？哎呀，我才没有呢。那要不是昨天晚上你突然放我鸽子，我也不会多想啊。哦，昨晚昨晚要不是我看到你跟我大侄子含情脉脉，我也不会掉头就走，好不好？哪里有含情脉脉啊？没有吗？那是林简医生要走了，江医生他很伤心，我那是在安慰他。嗯，林医生要走了？所以搞了半天都是你在胡思乱想啊。你也胡思乱想啊？可能。嗯，我们扯平好不好？和好吧。好吧。老袁，说好的姐妹三个一起脱单的，你竟然说话不算话，气死了。想看更气的吗？嗯，地下恋情正式公开。什么情况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，你得补偿我们。好，那我要你家江顾南请我们吃牛排，最贵的。行行行，明天我就让江顾南去安排，好吗？嗯，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嗯。你们的地下恋情终于结束了。嗯，今天突然被老唐他们发现了。你们俩那么甜蜜，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儿。祝福你们，真心的。谢谢。这个是我的幸运币，它能给人带来幸运的。之前大大小小比赛我都一直带着它，这次比赛把它借给你，希望能给你带来好运。谢谢，加油。休息好了吗？怎么样？哎，那是江顾南吗？长得好帅啊！是啊，那是他女朋友呢。向磊，好心机学员也太好了吧？这让我怎么放心出去比赛啊？我一走就要走好几天。你放心，
我保证你去集训的这几天，我会乖乖等你回来。嗯，我发誓。嗯，要是能一起去就好了。不过我保证，我这次比赛一定会好好加油，多拿几块奖牌送给你。那是肯定的，你一定会拿很多回来，好吗？嗯，走吧，车还在等你。那我走了，快上去吧，拜拜。说走就走啊？你看，是不是很帅？是是是是是。哇，我觉得他这个哎呀，挺好看的。我觉得他这个角度就是。你怎么上来了？哎呀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们也去维港。嗯，有点小感动哎，居然翘课去看我比赛。他可不是专门翘课去看你比赛，人家也是要去比赛的。啊？可是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？你看，我们前几天有个小内部赛，我的成绩还不错。所以教练在拟定最后参赛名单的时候就加了我的名字。哦，他在内部赛里拿了第一呢，大罪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一个柔道冠军，一个游泳冠军，你们两个是打算把这两个项目的金牌给帮圆了吧？你有意见哦？哎，我没意见。嗯，你刚刚怎么不告诉我？想着给你个惊喜嘛。Surprise！ 我说你怎么头也不回就走？各就位！真不错。哎呀，半决赛的表现非常优秀，成绩也特别好。你只要按照那个时候的发挥，你在这次比赛一定能拿到奖牌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有，省队的人已经跟我说了，只要你拿到奖牌，立马进省队。啊，这里是第十三届渤海省大学生运动会男子两百米自由泳的决赛现场，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即将开始的比赛。
不玩又不可以不玩。江顾南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已经克服耳鸣了吗？你知道我给你争取这个进省队的名额有多困难吗？你怎么一点都扶不起来呀你？还是我家小胖贴心，第一时间就跑来安慰我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耳鸣又犯了？对啊，看来要再多去找几次白富美心理医生了。啊哼，好啦，反正你好好加油，争取下一次把金牌给我拿回来。没问题。那我把我最爱的金牌给最爱的你。嗯，还是你们柔道的金牌好看。那这块金牌归我，走，我们庆祝一下。哎呀，不用庆祝了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个野外烧烤。可以。不然我们把 WiFi 也带着吧，我们都好久没带他出来玩了。好啊，都听你的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？你们两个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先吃这个。哎，我想吃那个烤肉。来了，齐了，帮我庆祝。好期待啊！快，马上就来了。多放点孜然，多放点辣。不饿了。来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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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啊！来来来，干杯！让我们祝贺原来同学胜利归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嗯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啊，我看原来把那个对手死死摁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给我激动的，我就差拿个横幅做那个后援队长，跑到观众席大喊：“原来我爱你！”那你一定会被请出去，保安还会送你一个横幅，禁止大声喧哗。被请出去也无所谓，谁让赢的是我们家原来呢？高兴就得喊出来。就是，对，是啊，说的没错，咱们柔道队以后就得随心所欲，谁要敢欺负你们，告诉教练，给你们撑腰。谢谢教练，敬教练，敬教练，谢谢教练，干杯。来，哎，我来，拍照，来，看看，哎，我给你们拍，来，给我让让，快点，太调皮了，来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一二三，耶，好，换个造型，一二耶，再来一张，快快快，老三，你看爸爸干嘛这么闷闷不乐？我哪有闷闷不乐呀？小胖拿冠军，我开心的很。吃点，还没好吗？饿死了。
了？我去帮你弄。WiFi， 是不是很伤 ？WiFi， 你们先吃啊，我去待一会儿。把 WiFi 叫我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。你小心点啊！小心点。嗯，去那边看看。感觉就不靠谱。哎，好。来，进冠军，原来。马上应该就好了。WiFi 啊 WiFi， 保佑我追到王一楠。如果我拥有成真的话，我每天都给你买小鱼干吃。追到王一楠，追到王一楠，追到王一楠，给你买小鱼干，给你买小鱼干，给你买小鱼干。哎呀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这梦也太真实了吧！既然是做梦的话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王一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很久了，但是你平时真的太凶了，我根本就不敢跟你表白，我每天我都疯狂的想要见到你，可是见到你呢，我也不敢跟你说话，生怕你嫌弃我。那你现在就敢说了？对啊，反正是在梦里嘛。对啊，是在梦里，那我干什么都可以了。梦醒了吗？醒了。我很凶？啊，不，一楠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刚才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对对对啊！你说你喜欢我，是误会？啊，不，那个不是误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是说，我刚才以为我在梦里，所以我才亲了你。我向上天发誓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是绝对没有胆量干这种事情的。你不敢？嗯。我敢。既然是真的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没意见？嗯。那再来啊。再来就算了。你是不是在为比赛的事情伤心啊？那有什么好伤心的，早就习惯了。反正等我耳鸣老毛病好了，我找回比赛的状态，进省队是早晚的事。嗯，那你到底怎么了嘛？其实那天比赛我看见我妈了。所以你耳鸣的毛病才突然犯了。不过后来我想想，应该是我眼花看错了。他现在人在国外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国内？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反正我再去找白富美心理医生多聊几次，应该就好了。哇。不能换个医生，哪有人治疗中途换的？这是大忌。什么白富美？还不都快化妆吗？嗯。那我要是化妆的话，肯定比她好看。是啊，可惜你之前化妆不是为我化的。哎，好了，那你什么时候要化妆给我看呢？看你表现吧。嗯。你好重啊，你惹树袋熊了吧？对啊，我是树袋熊，背我背我背我。啊。顾南。爷爷告诉我来这里找你。
她是你女朋友吧？嗯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都长大了，还找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。时间过得真快呀。是啊，你也都离开了十几年了。我这一次回来的很匆忙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我看朋友家的孩子都喜欢这款鞋，我想着你也应该会喜欢吧。我在买它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我们家顾南现在长多高了，跟小时候的变化大吗？长得是像爸爸多一点，还是像我？既然这么好奇，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来找我？顾南，妈妈是有苦衷的。肯定有苦衷啊，不然怎么会丢下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么多年？再回来找我吗？会的，我一定会回来，我保证。阿姨好。你也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嗯，我也很高兴能见到阿姨。我也不知道我们家顾南都已经交女朋友了，这回来也没给你带礼物，下次回来啊，阿姨一定给你补上。我不用的不用的，阿姨，嗯，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。一定的。啊，车到了，就在路边呢。那我送你吧。训练的时候要多注意身体啊。嗯，别太累着了，有空来花园酒店找我玩。小心啊。阿姨再见。刚才你们聊得怎么样啊？嗯，原来那天真的不是我的错觉，是我妈回来了，而且她还跟我说以后会常回来看我。那很好啊。嗯。鞋子不错嘛，好好的鞋子你怎么这么穿？我这个叫 fashion， 你不懂。
吃饭去吗你？回家吃。现在都流行这么穿吗？爸，我觉得这件事儿，我跟顾南讲吧。你要怎么跟顾南说呢？那房子是他爸爸留给他的唯一财产，难道直接跟他说他妈妈这次回国是打算卖房子？可我们现在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给他。是啊，也不能耽误他那边的事情，他还要赶回去。顾南？嗯？哎呦，顾南回来了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快来坐。什么钱？什么房子？是一个朋友有急用，找我们凑点儿。是我妈吧？顾南，你听我说，他怎么这么厚脸皮？顾南，不要这么说话。我有说错吗？十年前是他不要我，现在需要钱就回来找我，还打算把我爸的房子卖了。他凭什么？这十年来，他有关心过我吗？顾南，别这样。妈妈不是每年都给你寄明信片，还有礼物。礼物？明信片？大嫂，你说的是这些吧？你们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顾南，这些我一直都知道是你为他做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掩饰啊？我到底要装傻到什么时候？你们做的这些还不够吗？还是其实你们都在可怜我？这十年来一直供我吃住，现在换他回来乞讨，你们就可怜他？顾南，他毕竟是你妈。爸，别动手啊。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。房子我不卖，你们叫他自己想办法，我没有义务要帮他。顾南，听我说。顾南，顾南，你干嘛动手啊？关机了。哎呦，你这样气我倒会走光的啦。柔道服本来就很 fashion 的，你不要每次都记那么难看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看吗？不好好训练干嘛呢？整队。原来得了金牌以后轻松了是吗？在这待不住了是吗？那好啊，你去省队吧。跟你们说一下，原来已经正式被选入省队了。
下周就可以去训练了。哇！恭喜啊，学姐！我入选了，恭喜！恭喜！对呀，恭喜！好好准备一下，等会儿有采访。恭喜啊！什么呀？我入选了！太棒了！原来太棒了！等一下，对，我也像师姐那样，来看看。江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江顾南离家出走，可是昨天他们见面的时候还聊得挺开心的呀，怎么今天就……哎，他虽然嘴上不说，这么多年其实一直还是盼着妈妈的，只是没想到他妈妈一回来就是为了筹钱，所以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挺大的。不行，那我去找他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进去啊？记者都到了，就等采访你呢。记者？对啊。原来，你先去忙吧，我去找他，找了他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嗯，走，我们先去。去吧。哎，你们快点啊！教练发火了。对呀，走走，快点。放心吧。耶！你干嘛呢？就等你了。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师姐，快师姐。请问原来同学，这次进入省队有什么感想吗？请问你对于进入省队之后，对自己新的目标有什么期待吗？嗯。你还好吗？他是因为钱才回来找我。我都知道了。这些是我这十年写给他的信，以为都寄出去了，却没想到都是我大嫂收的。你不要这样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伤心，也很难过。
但是你要知道，家里现在还有三个因为担心你而一宿没睡的老人呢。而且江医生现在还在外面找你，万一三个老人再病倒了，连个照顾他们的人都没有。你说呢？我打你一天电话了都没人接，能让人不生气吗？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还往离家出走。你打人真的很痛、啊、不疼你能长记性吗？好了，回家去吧，给家里人道歉啊。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我没有鞋子。你鞋呢？扔了。你妈给你的那双啊？明天陪我回趟威港好不好？我不想待在这儿。嗯，阿姨，原来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样东西想要交给你。什么呀？这是给我的。嗯，这个是江湖南十年来给您寄的明信片。昨天他都知道了，知道您回来不是为了看他，而是为了钱，所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还把这些都撕了。他都知道了，都是我的错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您这十年来没有来找他，可是他一直都在等您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。
我当初四处奔波为了生计，现在我的孩子还得了重病。可是他也是您的孩子呀。是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原来你能帮阿姨一个忙吗？什么？哦，终于到了，好累哦。我们去市场买菜好不好？你会做饭？是时候露一手了。好啊。走啊，干嘛？啊，走了。快点。哦。等我一下啦。没想到这小吃街还在，好香。小时候我爸妈常带我来这儿。哎，快快带你去吃一下。孩子，老板，我要一份。谢谢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老板味道都没变。哎，谢谢老板。吃的好，再来。谢谢。我还要。来，慢点。什么味道？那么香。哇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你快试一下嘛。这碗面跟我妈做的味道一样。你妈让我帮她一个忙，说想给你做一碗面，所以我就……江湖南，你没生气吧？特别爱吃他做的面。有件事情，阿姨不让我告诉你。其实他这次回来卖房子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
是因为你妹妹生病了，急需用钱，她走投无路了才会这样的。怪不得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我，原来是在外面又生了一个小孩。真羡慕，从小就有父母可以陪着长大。你不要这样想嘛，或许你妈妈把你交给大哥大嫂照顾，是不想让你跟着她一起受苦呢。如果说你得了这样的重病的话，我想你妈妈也会不顾一切来救你的。你帮我交给他吧。葛阿姨去机场了，她说她想过了，她不能那么自私，把你爸爸留给你唯一的房子夺走，钱的事情她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她有样东西想让我交给你，她说她一直记得那个承诺，说只要你游泳比赛拿了第一名，就奖励你一个新的泳镜。这个泳镜他珍藏了十年了，虽然很想亲手交给你，但是怕你会不接受他。是下午四点的航班，你抓紧了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能来，妈妈很高兴。妈妈这次回来，知道自己很对不起你。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